一个责任，一份心情，一挂情绪，一款生活，伊浓缩着自然的精华甲气质，伊凝聚着人类的智慧甲情调。九月二十四号暗暝六点，厦门卫视万南通邀请您到阵收看《最快雅集秋分》。南通天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伫拜六暗暝六点来收看阮万南通节目，我是丹心。即顶几日啊，秋分端过去，意思就是讲秋天是真正来呀。如果就有丰收必至表即讲法，伫写伫中国人的即目内，会当人讲秋天总是有悲伤分别的即意思。也毋过伫丹心看来，这秋天的美景也够美心，是淡薄拢袂输乎春天哦。在今仔日的万南通节目当中，丹心就要带大家到今来去体验一下。秋分是农历二十四个节气当中的第十六个节气，时间一般是每一年的九月二日到九月二十四。秋分的来到，就意味着南方的气候由这个最快开始就入秋啦。咱个古诗《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里面讲：“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君而寒暑平。”为这一日开始，天气慢慢啊冷啦。古早时的人，伫个田里做事了后，也会因地制宜，做一寡既有情调又会当休养身心的代志。其实啊，讲到养生，这古早时的人是比现代人搁较讲究啊。如果讲各位观众朋友伫有闲的时阵，拢会当人来到郊外亲近大自然，顺便当挽一挂即时做的即款青菜，倒去煮起来食，其实对咱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哦。秋分的时阵，拄好是秋菜生咧长幼，所谓的秋菜，就是秋后收获的菜。今仔秋分迄一日，大家就会去挽秋菜。各个所在秋菜有无相像？闽南地区的秋菜主要有咖啡、番薯叶、秋笋等等。伫高野收挽的时阵，食秋菜大部分是幼幼绿绿长长的，洗清气切开以后，内面的肉质真白，切做片以后，下入个鼎内面炒，搁加豆油甲香油，确实是一道味素真好的冬季的养生菜。观众朋友啊，看到秋天这个时节美食，是毋是感觉讲拢非常有胃口呢？亲像丹心君手当中摕的这就是咖啡笋，相信讲有真侪观众朋友拢非常的爱食哦。那其实啊，较早伫个春秋时期，孔子就讲过：“不食不食，
那这個意思就是讲，咱人得根据咱人体一个大自然的规律，来合理的安排每一个季节咱的膳食。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但我的顶上邻家秋分，大家人拢真无闲的咧收福姜。什么是福姜呢？听这个名，就是大热天的时阵制作的姜。拍福姜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只要调准时间就会用咧。在一年当中，一旦拍福姜的只有大暑节这一日。大暑是一年当中上热的时阵，日头真毒真炎。老大人就为菜堆内面挂出皮是黑膏皮色的老姜，将土洗好清气，远远的甲连起下厝的厝顶，安尼就会用嘞。连伫个厝下的背笼顶面，则袂予雨水浸泡。等到这个大热天过去，才搬一个楼梯，为厝顶顶面甲伊捡倒来，这就是福姜啦。真正拍了一个大热天的青姜，即阵已经变甲大酷酷，颜色也变作黑乌色，亲像是一段树枝，随手一个压就压断啦，加一个，拢已经变作是粉碎的状态。已经完全无了青姜迄坚韧的丝状纤维，姜变甲非常的辣，闻起来有真清的药香，敢若用纸仔担一下，姜的辣就会流大个纸仔内面，辣甲你的目屎挡袂牢的流落来。朋友，朋友，伫之前个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个草泡姜、蜜泡姜。我们看出来姜确实是一个好物件。那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叫做福姜，那这个福是三方天的这个福气的字吼。那请好嘉宾是听到这个一位表现，赵老师你好。杨主持人好。嗯，赵老师，那您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姜叫做福姜，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福姜呢，是在三伏天很热的天气采出来之后呢，拿出来晾，要放在农民都要放在房顶上，这样呢就是在日照很充足的情况下把它晒干，晒干的情况下成了这个样子。哦，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对，你可以尝一下，这药药有药的味道，很辣，可以尝一下。闻有味，药味很重，对，有味真重。然后我试看嘛，可以直接可以吃吗？尝一下，感受一下。嗯，很辣，太辣，非常的辣。是，怎么会这个味道呢？因为它这个辣呢，就是姜里有一种姜辣素，因为这个尤其是在三伏天晒了以后，可吸收了天地的精华，很大的热量，然后它就可以驱寒。嗯，所以这是它的功效。对对对对，是其中的一个功效。嗯，那平常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大家老百姓可以这样用它？你像小孩子夜间这种的发烧、感冒啊、御寒、风寒呐、啊。就可以吃一点或泡一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通经络，身体我们的血液促进血液循环，身体发热之后你再盖上被子捂一下汗，这感冒就血寒气就驱走了，这感冒也就好了。那像如果胃寒的人，有胃寒的人可以吃吗？对，这个做法呢，本身它就是可以把我们体内的很多这种寒气，比如说平时吃寒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和引起的腹胀、胃痛、腹痛这种胃寒呢，全吃些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寒气吸走。它同时会发汗，这个发汗的过程中呢，它就会通经络，把我们的体内多余的热量会排泄出去，同时会把体内那些病菌
通过这种排泄的方式排出去，这样引起身体会很好。我感觉真正有道理诶，因为我拄食食了以后，就感觉讲，开始有淡薄想要出汗，然后感觉规个嘴计真热，食落去后感觉讲。胃这块也是烧烧的那种感觉，就我现在觉得热热的，我吃完以后虽然只是一小块，但是我现在觉得真的是热热的那个。它会促进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实际身体的微循环系统它在我们身体作用很大，它这个姜本身这种姜辣素就会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这样身体产生热量，寒气就出去了，它的功效就会这样。是，那赵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呀？这是红糖，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糕，就是用这个姜晒好的这个姜，然后切成碎片或者切成小小的颗粒，跟它搅拌在一起，然后放着再晒，就炼成这样的糕。如果有寒病这种胃病、胃痛、小孩子哭闹或者我们感冒，包括这个女孩子这种这个痛经啊、例假期都可以喝一点驱寒的。就直接用这个泡开水喝。对，开水喝也可以，就是喝一小勺也可以。行，我就没有再马上提了来哦。姐姐，我叫了解切好脆脆，家己红糖哦，配起来调调的。这个比例大概多少呢？2:1吧，姜二是红糖一。哦，两份这姜，然后一份这红糖调调的，然后提去泡哩。得给泡的料，大概晒几天呢？这样子。这看情况，如果日照时间足的话，就时间比较短。几天差不多就可以了。对，几天差不多是。是，但好歹当气况嘛呀，泡水啉下，对咱身体拢是非常的好哎。那很想知道这个茯姜到底是谁发明的呢？这样是应该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人的一种生活智慧。真的是很佩服。那老师，我看你身边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它是花吗？这不是花，这是山里的野姜。我可以看一下。这种野姜有很多种，山里还有开红花的，这是一种开白花的。所以这是野生的。对，野生的姜。所以讲啊，这大自然确实是非常的奇妙。那个咱这古早时的人留下来智慧，确实值得咱搁较多去了解。那非常的谢谢赵老师教我们这个茯姜，还有这个茯姜跟红糖的这个做法。如果讲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你有啥物想要跟我们交流的，或者是你有想要知影更加多的关于这福建话这内容，欢迎当然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哦。秋天唔呐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个是一个水的季节。水是万物的生命之源，而秋水佫较是有另外一种风韵。这个庄子内底有一个故事，甲大家斗阵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讲啊，这伫秋天的时阵，千百条江河拢汇入黄河，滴流的水畅通无阻。那伫这个时阵，河伯就非常的欢喜。因为认为讲天下所有的美景拢集中伫遮，所以啊，伊先跟着这水流的这方向，一直向北海过去。来到海边以后，伊发现，哇，这个大海原来是遐尔大，遐尔广阔，拢看袂着边。伊感觉风非常感慨，伊对海神讲：听过真侪道理，就因为讲无人比会过家己，这讲的就是我。大海原来是遐尔大着，所有的这江河的水拢汇入大海，大海却永远袂去溢出来。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讲啊，咱看到这世界广阔，自然而然，咱心中的小污渍就会无去啊。那讲到水，其实啊，在咱中国古早时的人对水就非常的有感情，对水因就有一个真明确的分类，也够有认识。比如讲，伫《本草纲目》当中就安尼讲个，就把这個水分做明水、露水、井山水，也阁有一挂真好听的名，比如讲东升、夏冰、半天河，也阁有云汤等等。中国人好亲像对水总是有一种讲袂清楚的感情。自古以来，水就被赋予温柔善良、亲情专一的美好品质。
中国人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有情调。在古早时，透早去外面抢一桶泉水，放在壶内面掀滚以后，摕来泡茶。迄个时阵，用泉水泡出来的茶，那口感甲现在非常的无相，也会当感受到意境甲情趣也完全无相。甚至会看到电视剧内面经常播出一个人外出的时阵，带一杯故乡的土。如果伊那是去他乡水土未合，就用这个土泡水。等伊坐清以后，啉这个水就会用嘞。这个伫个《本草纲目》内面就是一道水，叫做地漳。到了一个新的所在，可能有一寡观众朋友发现讲，会出现这款水土不合的情况。其实担心以前嘛有拄着过这款情况，以前唔知讲，原来啊，这款地漳是会当人缓解这水土不合的。那今仔日同款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卢先生来到咱的这节目当中，来给咱介绍一下地漳。卢先生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我看一这个地漳吼，我就咧想，这不是头泡水吗？安尼啉的真老俗个。无啦，无遐尼简单的这啦。地漳吼，就是讲古人呐、他会。挖地三尺，挖到那个黄土层，然后倒这个清水下去搅浑，然后再把那水挖舀出来，让它沉淀，等它沉淀完，上面清澈的那一层，哦，较清诶，迄层是不是？迄层就是地漳。哦，所以真正要用是用你拄只讲话顶头迄层清水。对，清水这个还是没有完全澄清完的。地漳。又予人称为土漳，秋分后，落雨慢慢地减少，地表的水位也随意下降，用来代替的就是地下水位的上升。秋分的时阵，天气未寒未冷，是吸出地漳水的好时机。地漳水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成分。伊制作的方法是骨堆三尺左右，伫个黄土层内面注入新吸的水，加搅和落，等到制成以后，摕出来的水就是地漳水。地漳水味素甘甜，是中国传统中医养生当中的良方之一。现在来试看卖一杯，这杯就是已经澄清完的。这地漳吼，是，你确定会啉吗？会啉，可是真清气的。好。我有没有高雄雄有淡薄无像呢？我感觉啉起来有淡薄清甜清甜，而且佫感觉讲冰冰的迄款感觉，比咱啉普通水时感觉迄个佫较冰。是。吼，是不是有这感觉？那我是真想要知影，除了讲这地漳会当人治疗这水土不合之外，伊阁有甚物款这作用呢？它这个古代在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里面，是有一张叫黄土汤的一个方子，是治疗腹泻泻得很厉害。那就是拿这个黄土先熬水，然后把黄土去掉，拿这个水再去煮中药。那拿这种水煮那个治疗脾胃病的药材啊，效果会更好一点。哦。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讲伫古方内底以前就有安尼讲的，用这款地漳这款水来去煮咱这中药，治疗咱这肠胃病。对，治疗肠胃病的中药，用这个吃就好。所以你看，伫古早时人就会晓讲用这款咱这水土大自然这物件来帮助咱的这身体，证明讲其实咱的身体甲大自然是有一款是有联系，是互相顺应的这个关系。对。秋分，那是一个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季节，也是一个露水真多的季节。在古早时，
秋露冬的时阵，大家人会伫个透早去花草当中摕秋露。秋露是一个好物件，会用咧下茶，也用咧用来治病，用下煮润气杀虫的药剂，也是将治疗钙腺虫来的山楂调做外用的药，会当增强疗效。而来自无常的花草的秋露，疗效当然也是无常的。但是啊，其实伫个即个秋天吼，都有一个水也是好用的，就是即个露水。露水是哇，来自大自然的吼。是，因为秋天时阵有啥物，有一个节气叫做白露，就是因为讲。这时阵吼，早起起来会为草草顶头迄个露水真大。是，你看咱阵食黑，这是露水吼。啊，这露水吼，伫咱中医内面是有治疗的作用。譬如讲，迄个花顶头的露水，有迄个治疗气热咳嗽的作用。就是下雨啊，效果真好。啊，这竹叶顶头的露水呢，会使替身体。啊，菖蒲上面迄个露水吼。洗目睭有一个明目的作用。对目睭真好。对目睭真好，对。所以讲啊，大自然真是一四季拢是予咱的礼物。是。所以讲，咱现代的生活较少到这大自然行行看看。对。其实讲咱有闲的时阵，会当人加亲近大自然，为当中咱会当发现一寡宝贝。是的人认为，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是大宇宙，咱人本身是小宇宙。每到秋天，可能有的人拢会感觉鼻秋或者是暗暝睏袂好。其实啊，这是最快在跟咱人本身一个磁场在进行交流。今仔日来到这，真正有秋日幸存条的感觉。好，观众朋友，这期的闽南通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讲再会了。如果您对闽南文化有什么感兴趣，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想要来跟淡心交流的，欢迎人关注温暖妹微信和也有淡心的微博。咱下一期的闽南通节目再会了。这地是闽南，这也是闽南。2016年闽南通全新改版。重温老闽南的记忆，展望新闽南的梦想，更加有全新登场的第二板块《闽南真趣味》，带你趣味看闽南。7月30日起，逐礼拜六、礼拜日下午6点，厦门卫视闽南通用咱厝的声音讲咱厝的故事。